圣教一心大学第一二三四五届贤士同修，好，我们合掌恭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好，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安心真经。安心真经整个的这个法脉的依归，就是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上一节我们上课啊，严俊法师他特别来应菩萨的要求示现。来到泸州道场教室上课啊，请法，就他的后脚跟，左脚后脚跟一直痛一直痛。在我们小时候以前呢，后脚跟哪疼，以前的医学很不发达，就是用这个砖放在尿桶里面，有烫来的进了两三天，里面就有氨摩尼亚嘛，然后拿出来用火烧，给它烫烫的，我们脚踩在砖上，踩两三次就好了，但是现在没有尿桶就很不方便了这是古法土法炼钢，这也是医术，也是天医在以前我们乡下，像这一种的后脚跟去当掉，都是用这种方法医好了啦。然后现在医学发达了，就开始有各种的检查检查出来，还检查身体的血液就说身上有癌细胞已经走到哪里去了这个我们要相信医学，但是医学给我们的结论，我们要有法。比如当时民国七十一年的肾脏萎缩了，一个胀大了，医生问我说：“你要割哪一个掉？”最好两个都割掉，那就不是完蛋了吗？所以我才求助于神佛。求济台湾祖师谢妈妈谢老师，叫我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一直念头一直念头，打坐就念头。当一个人病的时候心最乱意最烦
啊，行动了就没有方向了。所以观世音菩萨叫我一直念佛就好了。我说我要去求医，哪一个比较好？观世音菩萨开示说，你有兴趣你就去求医，没有兴趣你就好好念佛。所以我就一直念佛，一直有时间坐着一直念佛，反省忏悔。好，那么今天当下我们严峻法师他示现了、这个医疗的话，就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所以在今天刚才他用意是丙申年五月乙酉日占病，就是拜忏拜水忏，吉凶。这是坤地，坤为地，注意久病六冲就麻烦，进病六冲很快就好了。那么坤卦坤为地是纯阴，而纯阴就是都在骨头里面，我们的病关节才会有病，不是关节就没有病。所以坤六段就变成在整个身上的关节细菌在关节了。这个乙酉青龙朱雀勾陈橙蛇白虎玄武哈子未是卯丑亥酉主生爻就天一而财好财兄弟爻好官鬼爻这个是米鸡这父母爻兄弟爻这个卦指示出来四爻在六爻是属于天，所以要天来依，要天来依。主生爻在六爻，而且今天是乙酉日，乙酉日，乙酉日，这是月为日，日为天，所以要叫天依。那么这个官鬼爻。暗动，暗动，午夜日辰来克就散掉了，它就散了，散掉了。这散，官鬼病菌就会散掉，而且四爻来克来冲来克。但是在第六爻坐在最上面高处不胜寒，就最怕没有信心就是心不静，因为你有身边有亲人有老婆有孩子有亲戚好朋友有同修就会一直建议你 要化疗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嘿嘿，你可以吃标靶药没有关系控制标靶药没有关系那么然后呢
自己好好修，绝对有效，绝对有效。哦，坤为地，冲则善也啊，冲则善也。卦中没有动摇，只有暗动，暗动又是散掉了。这即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就是我们建设心庙，唯心心庙。所以我们现在尊天华子，先从经济开始，由我们所有的法师共同成立了唯心圣教。万家工厂，万家村，万家新庙。所以我们在购地，有法师们帮助住家工厂，啊，一直帮助大家呢，让经济稳定，事业稳定，然后就有心情可以修行。这是不变的真理，也只有唯心圣教才能做得到。所以我们现在啊，唯心心庙就从万家工厂、万家村来开始来出发。我们在海外，在大陆的台商很多啊，大陆的同胞企业界也很多啊，所以我们用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就三一命谱向的三，三就是风水学啊，就居住环境空间的哲学，也是山川灵气的哲学。我们唯心心庙啊，在台湾，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都已经建设一座唯心心庙了啦。啊，然后呢，进一步帮助公司企业，无论你是哪一岸的人，只要在地球上，都少不了风水学的奥秘的影响。有如我们泸州道场住持圆融法师啊，两年前到大陆北京啊，中央单位的啊高官呢啊，原来对于我们唯心圣教也有点不了解，有点感冒。后来经过圆融法师啊，为大陆同胞啊高级官员领导解说之后，欢喜信受奉行。所以请圆融法师在开会完毕之后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了，啊，告诉他办公室的缺点在哪里，会发生什么样的病，身体哪里会故障，一一应验如神，所以就非常感恩的。啊，我们的文化易经风水已经有7353年的岁月，
请问现在哪一个人能够将你的智慧能够流传7300多年？没有，甚至一年两年过去就消失了。尤其我们很多的学术界的，无论海内外学术界的啊，他们的文章写了很多，到最后还是放在书架上库存起来，太多了啊。那么能够用在实际上的，那唯心圣教是对人类最直接帮忙的，对人类最直接服务的。所以唯心心庙的建设是我们在21世纪当下我们的天命啊。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皇帝炎帝与蚩尤的战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到现在5000年了。蚩尤帝族也是我们的祖灵共族啊，被政治的丑化啊，写为啊魔鬼啊，十恶不赦等等，这都是政治人的无知和无知啊。历史记载着啊，《史记》啊，记录着依照当时的皇帝啊所撰写出来的文章，留到后世一直错误的观念。所以本唯心圣教以神道观啊，神道的关怀，三族的恩怨情仇啊，化解干戈习战争，解冤释结，终于啊5000年的啊，对于蚩尤族被摸黑为魔鬼凶神恶煞，终于在2004年开始，本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举办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汇集三族儿女36000众表达心声，依照宗教的修行法仪安魂立魄，安祖灵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哦，那么所有的祖灵们他们要请到哪里去呢？你只是祭拜祖灵送走了，还是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本唯心圣教尊天华祖，为国修道，为民族的祈福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而成立了唯心圣教。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唯心圣殿，唯心圣殿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是列祖列宗诸祖灵的依归啊。所以我们安很多的祖灵，我们的目的上祖灵，让3762次大小战争，汪祖金明朱彦宁十万法界三界万灵众等，皆得进入唯心圣教唯心圣殿，而各自端坐八卦天心妙莲台，而且也在唯心圣教的故婚事道场端坐八卦天心妙莲台，在我们每次上课共修都一起在接华，包括现在当下性故婚事道场，诸祖灵也在接法啊。所以这个是宗教的修行观，以一般受会的
啊，行思想行为和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天，一个 是地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本唯心圣教的大殿，原来我们命名为大雄宝殿，在3年前就开始更名为唯心圣殿。那所有的婚事道场，凡是供奉王禅老祖圣像圣座的，都为唯心圣殿啊。所以唯心圣殿不是只有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唯心圣殿中间所供奉的就是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啊，玉皇大帝、诸天仙佛菩萨、药师佛啊等，依照个人修行的法缘而供奉的啊，有形无形的。你有形的是王禅老祖，在空界无形的啊，诸天圣神佛菩萨都汇聚于唯心圣殿。比如现在我们当下这么多的唯心心庙都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殿的住持婚事道场住持每个礼拜都有接受啊，大家各界朋友们，你们来问事来占卜啊，是身体事业家庭小孩，或者占卜各种要投资等等呢，啊，这都是唯心圣殿。各位我们的唯心贤士同修，你们已经都与天人合一了。所以刚才我们严俊法师啊，至于他的病啊，这个病呢要到底要怎么做哦，他沾了沾病啊，沾病的用药啊，就浊了水自阴行啊，这是勾陈啊，这父母爻、兄弟爻啊、财爻啊、父母爻啊、官鬼爻啊，这财爻。无常天意啊，无常天意的啊，那么要用药很小心啊。天意无常住在第几爻啊？几爻？第四爻、第五爻？第四啊、哦、啊，四火啊，被
不对啊，五火，五火，被谁灰神来克天衣？啊，灰神，灰神，克天衣，表示用药还是做不到方向。啊，就是打散枪散弹打鸟。哦，这个要相当有把握啊，不然元气元神都没有了，还好还有五月令来生四爻，所以天一在五月就是人道，人道的修行，天一在人道修行啊，所以希望我们圆净法师啊，你一个正确的啊，西边做瓦边一嘛，毛巾啊，那么印证在几千年后啊，你这个病例印证了，还是说要修行重要，一定啊，这浊劣水就推出靠矮。就是在脚步嘛，啊，在脚步，嘿，啊，你慎重一下，啊，慎重一下，好，好，这即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处可安心，人在世间上。确实有很多的病，比如4月24号，我的脚左脚啪断了，哈哈大笑，老了，真的有老了，骨骼啊骨质就比较松弛了，以前怎么跳没有问题，现在一蹲下去啪就断了，啊，这个是表示说业力现前嘛。所以我们要学易经，就是了解到自己，人生不可能没有什么病，啊，有病也可以找出原因，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啊，我们大家要了解每个人的心，那一座维新心庙，你们内心里都是叫做维新圣殿，心庙。这殿叫做维新圣殿，啊，即是心庙，啊，心庙就维新圣殿。好，我们了解到这里了，你就可以啊知一切法，不要被一切法所烦恼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也很。那个很可爱的道仙博士要去看我们的原来叫大雄宝殿，说哈，你的大雄宝殿这么简单哦，人家都金碧辉煌，墙上结梦结网，哦，都很漂亮的，金碧辉煌，你的怎么弄茶顶啊你啊？我唔法度，我是做散的。啊，那你不是都研究易经会发达会富有吗？没有办法，老祖开始说要长富于民。这下这位先生爬着跪下来向老祖磕头，我去干什么？我悟了，原来我的见地这么凡夫的凡夫。啊，所以王禅老祖的心就常护于民，所以本维新圣教圣法就是常护于民，祝福各位。
心贤士，各位死亡善知识，唯心圣教是21世纪世界新兴宗教，是为中华民族的圆融解冤释结而成立的上天所颁下来的唯心圣教。所以唯心圣教的圣殿，当你们到仙佛寺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奇怪啊，这个仙佛寺怎么佛不佛道不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潘西贡啊？因为我是念佛阿弥陀佛把命救回来，然后好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为师尊，而空界的师尊而传授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还有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尤其妙法普传，你在社会书籍你找不到的很多妙法都在唯心圣教的教义中可以找到安身立命安魂立魄的方法。而尤其在风水学上我们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社会的争议，各有不同，各有解读。但是呢，尤其我们的祖灵风水，而祖先的风水问题，争议的很多。这就是我们接着下来唯心圣殿里面的法。含藏了三一命普相五大智慧五大学术五大天人的智慧了啦。那么当下现在我对于最近信众大德有疑惑的给各位一个解答啊，祖魂不入朽，祖魂祖先的魂墓就不入朽，啊，会入朽了，就有如大溪的灵琴，四边盖起来了，那就会入朽。但是那个入朽，也必须要很久。所以祖坟不入朽，众说纷纭，一定要小心。那么，只是湿运哦，湿温，有的现在七运过了就转八运。所以只是气温湿运的。好，那待机可发达，待机可发达。所以我们很多的祖魂有的100多年了，200年都很发达，到现在来有的黄问就说奇怪，他这一房比较不好，是不是那风水有问题？不是这样，道德最重要。子女们发达了，道德就无关紧要了。
我看过好多啊，那个祖先风水的，上下去第一代、第二代都不错。到第三代一直有的黄昏就有问题了，把他研究结果，你第二代有不同的黄昏，在仗了不合山川灵气的哲学，不符合大地风水，当然那一房的孩子就开始起问题了，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哎，有的祖坟发黄黄花，哎，有的不知检点，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到时候就怪风水，怪祖坟，真的祖坟无辜啊，无奈呀、啊，这是社会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王禅老祖开示了，我们要立教，要一个世界和平的灯塔来普照着大众，要一个依法的依规，所以我们才成立了易经大学。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是风水祖灵、祖坟基本认知。所以上一节我说了，啊，那个风水好得不得了，很发在台湾，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后代的祖孙。为什么会把它全部挖起来重新葬？花了那么多的钱，啊，听了地理师啊的话，挖起来了，那完蛋了，树已经长那么大了，你再挖了，再重新种，那不是多余的吗？所以挖开了，没有多久钉就不伤了，事业就败了，全部都来，又有如我们啊易经大学那一块宝地，哎，原来八卦山哲学系这块宝地好得不得了，所以在台湾花了那么挖达，包括我们现在易经大学28甲土地，他们都到了3号高速公路挖开了，把这切过去了，捡起来以后开始事业大败，捡起来事业败，所以才会把我们的八卦城易经大学那一块地法院拍卖了，我们才买到那一块宝地，为中华文化道统的世界和平灯塔，维新圣教，维新圣殿啊。世界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各位维
心闲事，各位死亡散知识。地灵人杰，出王侯将相；地不灵，人不杰，贩夫走卒。这个是很无奈的。啊，回顾两三年前，我们到大陆去看了一家一个中国中共的名人被斗争被折磨死了，到最后来才还给他清白，立一个碑，立一个他的铜像，那铜像呢头是这样，才不甩你，你把他整死了，你再立一个铜像纪念他，还他清白，他这个铜像呢头不看众生了，只有看天，无奈啊。啊，这个风水也很漂亮，房子盖在这里，这个房子盖这边呢，我去考察去研究，来龙等都很漂亮，结线很漂亮，他房子盖的就是入球，而严令一来六运就开始入球，啊，后来六运入球，摔在六运被整死了，各种的五入，各种的整，各种的污蔑，到最后死了再还他清白，说立个铜像有什么用啊？但是这个是在告诫人们风水学的奥秘，不可不注意啊！给他的无名的罪名，从历史看起来很可怜啊，啊，若是当时这个大师帮他盖了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地理的时候，告诉他时间到了，魔印就把它打开，把这个拆掉了，让这个旺气进来了，就不会入球。所以这个是印证的清清楚楚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易经风水是维新圣教要开始复兴，将中华文化道统
易经风水的真理，我们要以当下啊，把古至今用古的圣人的智慧重新把它汇整，所以才有今天王禅老祖道家十行之后，我们借着上课共修传了道15615卷，卷卷都是天机密，所以也欢迎各位同修们，我们维新道藏大集结为书的，总共才有800本，都是各位同修你们要用心研究的，等到我印好了，你们就可以向出版社登记了。而你们买了这些书的钱，还是用在弘法利生嘛？我们能够这一生为下一代子女来供养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天机密啊，是各位的福报，各位的佛缘福缘。所以维新道藏，维新道藏即是维新圣殿，所以维新道藏就是维新圣殿，维新圣殿里面所供养的供奉的就是维新道藏。维新道藏有156义无，错卷卷错错不重复，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既然进入维新圣教了来修行，而我们的维新圣殿心中的我们点点滴滴，我们要把它铺成金碧辉煌，自己的心田维新圣殿我们要铺成金碧辉煌，就是要用金箔纸一块一块的贴，金箔纸就是你所读的书一页一页的智慧啊，在空性里面金空着想，所以你就维新圣殿就自己来成就来庄严啊，这即是我们这一节为各位来开示的维新圣殿，就维新道藏，叫做知一切法，知一切法，超越一切法，才能有所成就啊！祝福各位。